我叫吴佩佩，这位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隔壁邻居李宇轩。我发誓，那天真的是意外，但是他以为我是故意的，从此就和我处处作对，小气鬼。好不容易等到老房子都跟改建，没想到，我们又成了对门邻居。上天为什么不放过我？你的人生除了整我以外，能不能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？算了，我改用跑步。啊！你还在跑啊你？你等一下，你先不要走，你先等一下好不好？你先把话说清楚啊！你为什么要靠近我啊？把话说清楚嘛！撞哪里？拿开啦，亮哎，膝盖啦，痛死了。还能走吗？该可以吧。跟你说，算你幸运，今天先放硬嘛。不要逞强啊。不会啊，等下就不会痛了。拿着。干嘛啦？找路。哦、oh.